事。你怎么搞得如此狼狈？师妹，我都快认不出你了呢。前方有些奇怪的家伙，实力气息有些强大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我给你变个样子吧。哪里来的大肥鸡，真是怪的，滚滚滚，不然老子给你炖了。我在你的身上感觉到了一股有些熟悉的气息，似乎来自大陆极西之地。极西之地，那是什么地方？我从未去过那里。还有，你是何人？绝世神武，炫酷时装，首充就送这么多，还等什么？赶快行动吧！可以带我去封神宗吗？我迷路了。你是何人？去我宗门所谓何事？你可算是回来了，怎么还带着一位姑娘？为师并无大碍，徒儿断不必如此急躁，倒是有件事与你身世有关，理应告诉你真相。你来找执剑长老啊？真不巧，长老下山还未归来。师弟他是不是又向你抱怨这些年师门避世的做法呢？这段往事我也有所耳闻，不过想来师父他们自有其道理，我们做弟子的也不好忘。